角色出招教学。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汤姆勋。汤姆勋是个主打超能力与波动系的萝莉格斗高手，他虽然看似软弱，但他能在超能力的配合下发出令人惊讶的强大威力，是一名在长距离进攻上很强势的角色。特殊技介绍：势能折射，连禁用特殊技，攻击距离远，无特殊效果。势能折射取消状态，可以取消重脚与蹲脚之外的地面普通攻击。势能摩擦，空中特殊技，攻击范围大，自身相对安全，击中对手后可连任意空中必杀技。必杀技介绍：动能焦点 A，水平方向的快慢波可在空中释放。动能焦点 B， 斜方向的快慢波可在空中释放。动能停留，中程突进技，对手被击中后会造成浮空效果，可追击，可在空中释放。动能星盾，原地防身技能，可反弹对手大部分飞行道具，轻拳出招，直到出现攻击状态之前全程无敌，有时起身可用这招来防压。超杀介绍：热能群星闪耀，加强型的飞行道具 MAC 热能群星闪耀。热能星光领域，原地释放护身技能，出招直到出现攻击状态之前全程无敌，可在空中释放。热能星间飞行，从星光领域状态中挣脱的技能，带有攻击属性。 MAX 热能星光领域，MAX 热能星间飞行，接下来就让我们观看一下相关的连技展示。